大家好，我是火锅。现在我在江油老幺的海椒面加工作坊里头哈。他今天请我过来呢，就是说给他测试一下他的三种辣度的海椒面，后期准备要在我的店铺就是上架来卖。就是要得要不得。我觉得尝了海椒面之后呢，也就是说我觉得光上肯定没得用，为啥子？也就是说他没得东西在里头。那么咋个？也就是说下一步再测试呢？就是一说煮一碗江油特色的那个油醋面，我们再来商议哈。这会儿又说我在负责烧火哈，其实从小就喜欢烧火，而且特别喜欢这种柴火灶，煮面啊，就是一说炒的那个菜有这种情怀在里头哈。等一下又说我们来商议哈，就是老幺的那个麻辣，不是微辣、中辣、特辣的这三种红油，要得要不得哈。开始对香料了哇！哎，我把碗对了。啊，整三碗嘛，反正特辣、中辣、微辣的嘛。啊啊啊！嗯，江油就是喜欢吃这种子，麻辣蒜油醋面都是。是是。加点蒜。其实就是我们还有酸辣面嘛。嗯。特辣的，等会儿我上点儿就是，因为特辣太凶了。上点就是。嗯。刚才加了点儿就是姜蒜米子哇。蒜米子。蒜米子没得姜哈。没姜，没姜。好，然后是盐，然后是味精嘛，味精，然后酱油。哦，酱油吧，就是用的中巴酱油吧，好像是。中巴酱油，嗯。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吃这个中巴酱油。啊啊。哎，要加猪油嘛？这个要加猪油啊？要加猪油。哦，加点猪油才香，嘎。嗯。哦，这花椒面吧。花椒面。我们这边有好多就是吃火锅都光打个醋碟子，都不要香油。哈。猪油，我觉得也是这个面的灵魂哈。一个是红油，一个就是猪油。这个是微辣。嗯，这是微辣的嘛，这边嘛，这边嘛。啊啊嗯，这边。中辣的嘛。我害怕，一位置不好，没事，整辣了。没事，中辣的嘛，这个是。中辣的，嗯，好。好，特辣的，反正你想用的，你想扩多就扩。哎，我其实也吃的不是很辣。有些人吃海椒确实凶，是吧？嗯，好，铁辣的，嘎，这个是咬得点吧？嗯，咬得点。哦，这个水开了。这个卤猪公爪，也说我早就看到他就是很不顺眼了，控制我又怕。他确实有点不像化壳了，你看晓得吗？这个是两种那个就是干碟子嘛，嘎。哎，这个是胡辣的。这个胡辣的嘛，现成的。嗯，胡辣一种胡香味，很浓。我在吃这个是这种嘛，花生芝麻的都有嘛。哎哎哎，这个就是一般常用的。常用的那种嘛。嗯。加孜然没有？没得。我这个可以加点孜然这种。我想到就加的可以加的嘛，但是我现在想到就是万一有些不那个呢，没吃孜然。可以，巴适。巴适，就那。太子巴适，嫩得很哦，嘎。嫩得很嘛。马上要挑面了，这个有个红油哈，它热的一下去，热汤一下去，温度就又不一样啊。那时候吃面这个先要做的，确实香。先要汤跟那后要汤都不一样。是，你看，这个是微辣、中辣、中辣、特辣，看是看不出来的红，嘎。嗯。看不出来，主要是要上，主要是要上。哎呀，终于好了哈！我炒一下，等会儿又说我们把分起吃。我拿手机录的哈，朋友们不是很方便，因为今天又说摄影师没过来，我一个人过来的。我把炒一下，这个没得炒，得免得腻。我炒。一边录一边给大家就是一说拍视频哈，哦，一边那个炒。我先尝一下，先尝微辣的。尝一下，我太棒了，香很香，没事没事，我再吃。太棒了，嗯，可以，巴适，这微辣香，嗯香。我来尝下这个，等会儿我就吃微辣这碗算了。你吃微辣？哦，我吃微辣这碗。我来尝下中辣的，特辣的我等会儿尝一根就是。啊。这碗是中辣的，哎，先吃一下猪公爪了。哎，你吃噻。你上了你主攻那个，
我主攻这个辣的。辣的嘛。嗯。哎，我吃哈，我的中辣的还合适些。合适些啊。中辣还合适些，微辣的香些。黑辣的你吃肯定更辣。我贴了上那个的，然后挑那个给我，哦，中辣的，可以了，这中辣合适哦。是，但是还是要减点儿，就是你海椒面里头的量要减。为啥子？因为你现在吃多这个，因为你舀的少的嘛。如果你要多舀点的话，像我哈，就比如你刚才舀那个红油哈，那个量哈，我还要增加，不够。哦，这个贴了温度要凶些。要凶些，肯定。我要整这碗铁吧，哦，辣辣，嗯，凶，要凶的多，要凶的多。我还是吃那个就是微辣这碗菜，嗯，朋友们，有时候由于我的这个手不方便哈，我就准备继续吃面了。嗯，后一步我们双十一的时候，有时候老幺这个海椒面会在就是我们火焰的上架，有时候我答应帮他卖，到时候有时候我们也有直播，到时候欢迎就是有时候大家一起在我们直播间。来尝一下老幺的那个手工海椒面哦，铁辣、中辣、微辣，到底啥子味道的哈？老幺，你觉得你的海椒面如何味道？规矩的。